双刀是传统双器械之一，是在单刀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双刀套路，动作内容丰富，技法清晰，起伏转折连贯流畅。练习时，习练者左右手各持一刀进行演练，要求刀法熟练，身械配合协调，脚下步伐移动快速，充分体现双刀刀过全身。 步伐灵敏，左右旋转似旋风的风格特点。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教师王晓娜。上合组织网络课堂将由我来为大家进行传统器械双刀项目的讲授。我将从动作技术方法、攻防含义、套路内容、训练方法及手段等方面， 刚才大家看了第一段第一组动作的完整示范，那么在第一组动作当中，主要是以扎刀动作为主要动作内容。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讲授扎刀动作的练习方法：两刀收于两侧腰间。在扎刀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出刀的时候要有一个由屈至伸的过程向前扎出。那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刀手臂 要成一直线，力达刀尖，因为扎刀动作呢是一个进攻性动作，所以我们的力点要最后落实到刀尖上面才可以。在做扎刀动作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两肘关节不能外展。在这个过程，同样要求由屈至伸，刀与手臂与肩同高。 那么现在为大家讲解我们如何进行练习。好，首先第一个练习方法是慢速练习法，以慢速完成动作，左右扎刀。好，一、二，在这个过程当中，练习者通过慢慢的完成动作来明确动作的动作路线。三， 过程不使劲儿，然后要注意自己要沉肩，手臂与刀身成一直线，与肩同高即可。二、三、四。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二种练习方法——变速练习法。一二，一二三。在变速练习法当中呢，大家要注意，因为已经开始进行发力动作，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发力点，不能够过程当中就开始发力。那一定要在发力的最后使劲力达刀尖，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控制好。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三种练习法：行进间左右扎刀。练习者首先要错步站立，
那么后脚呢要脚掌撑地，而不能够全脚撑地，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前腿的膝关节不能够完全的绷直，要微屈一点，这样的话保持一个蓄劲儿的状态。后膝也不能够完全的绷直，也是同样有略微有一点弯曲，可以保持使我们的后腿蓄上力量。好，一手扎刀，另外一个手收至另外一刀收至腰间，向前跑动性扎刀开始。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要求练习者的跑动速度尽量的快一些，在跑动中控制好自己的上体，不能够前俯过多，更不能够后仰身体。那么在扎刀的过程当中要快速，再为大家介绍两种辅助训练方法。第一种是沙袋负重练习，练习者两手绑沙袋，一、二、三、四、五、六。在沙袋负重练习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证动作姿态不能改变。其次就是沙袋负重的这个重量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去选择。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二种辅助练习方法，抗阻训练。在抗阻训练当中，我们选用的辅助训练器材是弹力带，之后两手抓握住弹力带，同样步伐的站立是错步站立。好，练习者手握弹力带之后向前冲拳，走，一。好，练习过程当中同样要注意手臂与肩同高。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两组练习方法，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20次一组、三组的训练练习，有助于提高大家的手臂力量以及动作完成的速度。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一组转身垫步扎刀动作。那么在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步伐的配合，以及右刀扫头，以及左手的向前扎刀。练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偏头，头要侧倾，然后以腕关节为轴，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以腕关节为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的手不能全握刀把，而是要松解，要旋握刀。大家一定注意当扫头结束的时候，这个刀不能够飞到后面去，一定快速的控制好自己的刀身，一定快速的控制好刀身，之后要向前能够完成扎刀的动作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种提高垫步脚下灵活性以及主动性的练习方法，同样我们选择的是弹力带。那么我们将弹力带呢跨在练习者的踝关节处，另外一端同样可以有一个辅助的人来控制，练习者进行前后错步练习。对，那这个练习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这个弹力带练习之前要将弹力带整个伸直，以提高它向前迈步的主动性。左右扎刀，两手持刀分别从左右腰间由屈至伸依次向前扎出，要求两肘贴肋向前出刀，扎刀动作手臂与刀成一条线，与肩同高，力达刀尖。转身垫步扎刀，要求左脚蹬地后左右脚依次落地，
同时偏头右扫刀，左刀向前扎出。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一段第二组动作内容。在第二组动作当中，我们首先是上步扎刀，接着是腾空回身弓步扎刀。那上步扎刀之后是腾空回身弓步扎刀，左腿是左膝上提，然后这个左脚要内扣，同时在空中的时候，我们的右腿也就是我们的后腿，那这个时候呢是膝关节伸直，脚背绷直。我们的上手动作，因为我们是扎刀的动作，所以我们要从腰间向体前方向扎出，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手臂与刀身成一条直线，左手的刀收回至腰间。那整个因为这个动作是在空中进行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上体的控制也非常的重要。为了提高腾空回身弓步完成的动作质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徒手性的练习。那在这个徒手练习当中呢，练习者可以更有精力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姿态，而且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落地的时候不能够过重，身体放松落地不可以，要提气落地，这样保证我们有能力接着下一个完成后面的侧空翻的动作。同时也为大家介绍几种辅助练习方法。第一种是单腿收膝练习，首先是练习者可以并步站立，两手放在腰间，可以勾脚上收，做一次。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保持好身体的平衡，下肢撑腿不要弯曲。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二种练习方式。对，快速分开。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我们要快速的收膝分开之外，要控制好两个腿的这种平衡能力。第三种练习呢，是负重练习的形式。我们练习者呢，可以身穿纱衣，一腿提起，然后向上蹬地。对。那这种练习呢，是为了提高我们练习者左腿上蹬的这种能力和力量。现在为大家介绍几种盘腿跌的练习方法。第一种是原地侧摔法。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练习者可以两手不拿刀，直接在地面上撑地落摔。再来一次。这个练习主要是让练习者体悟在落地的时候的整个身体感觉。那么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同样注意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左手臂是要贴地面，还有我们的左腿屈膝外侧全部都贴于地面。再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右脚一定要内扣，脚底贴地，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的在落地的时候这三个点能够有一个支撑的力的作用。再为大家介绍第二个练习，礼合腿。好，这个动作主要是要提高练习者在空中盘腿跌空中的时候的摆动腿的这个合摆能力。下面为大家介绍一种辅助练习。
在这个练习当中，练习者首先要仰卧躺在地面上，左腿屈膝，拳脚撑地，然后整个的臀部上顶，将我们的髋关节顶起来，两个手摆在身体两侧即可，主要是我们的肩部撑地。好，这个之后呢，我们的右腿由右侧，由下右侧向上向左摆动，再来一次。对，好，这个动作主要是要提高我们盘腿跌在空中右摆动腿的摆动速度。横空回身弓步扎刀，要求空中左腿屈膝收起，左脚内扣，右腿伸直，右脚背绷直，上体微前俯挺胸，右刀回身向体前出刀时，手臂与刀成一条线，力达刀尖，左刀收至左侧腰间。侧空翻，要求侧空翻，身体腾空，双手不能扶地，空中两腿伸直。上合组织网络课堂双刀项目第一段内容为大家介绍完毕。现在为大家进行路线详细讲解。一二三，接背花刀，插步摆刀。那么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背花刀的动作不能够离身体太远，比如像练成这样子，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贴着身体做。那么这个背花刀呢，你看我们的刀身在身体的前或后同时完成，那之后是一个摆刀动作，是一个插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不能够这么直，一定要屈膝插步，然后翻腰接一个剪万花内侧的万花刀扎刀，紧接着同样是退步扎刀，一二，下一个动作是回身劈刀。那么这个回身劈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刀的立点是在我们这个刀刃上回身劈刀。好，大家看我做一下，回身劈刀再扎刀，接着是偏头回身偏头扫刀扎刀。现在为大家讲授一下动作的演练以及攻防动作的含义。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扎刀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进攻的动作，在我们的背花刀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防守性的动作。
转回身的下劈刀是一个进攻性的动作，包括最后的丁步下扎刀也是一个进攻性的动作。所以在整个动作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以进攻性动作为主。那在这一组的演练的时候，各位练习者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动作快速连贯，首先就是连续的退步扎刀。那这一个动作呢，就要求我们连续的退步要快速，扎刀要迅速，而且要力达刀尖。其次就是我们后边的劈刀之后的回身扫头接钉步扎刀的这个时候也是同样，既要把钉步做好，同时我们的刀的方向一定不能回身就扎刀，一定控制好是向前下方扎刀，这个才行。我来做一遍示范，大家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动作，回身劈刀，转身扎刀。在这个第三组的动作练习当中，各位练习者既要注意动作快速连接，同时也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那么为大家介绍一下劈刀动作的练习方法。劈刀动作呢，是一个进攻型动作，所以我们在向由上向下劈的时候，因为我们劈的是敌人，所以我们的这个刀刃一定要发力，力点要在我们的刀刃上，由上向下直臂下劈。不能够有很多练习者呢，在练习劈刀的时候是这样的屈臂，这样是不行的，一定是直臂提腕举起我们的刀，然后向下下劈。那这个动作呢，因为我们是可以做成左右两侧的下劈刀，也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触身的问题。因为下劈的时候由上向下的力量非常的大，没有控制好的话就会容易触身。那么这个呢，也会在我们如果是在比赛当中也会被裁判扣到分数。所以练习的时候，我们既要将我们的劈刀成力圆下劈，同时也尽量避免触身问题。劈刀要求由上至下直臂力圆劈刀，力达刀刃。现在为大家详细介绍第二段提膝跳扎刀至抢背动作的内容。首先在钉步下扎刀之后，紧接着呢是一个提膝跳扎刀动作。手臂刀身之前我们讲过，一定是成一条直线，手架刀的时候手腕不能上翻，立住，将刀刃朝上，刀尖同样朝右侧，目视扎刀方向。那提膝呢，我们的下腿的提膝，左腿收膝上提，脚尖内扣，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在空中呈现的造型姿态。下一个动作是转身垫步扎刀，左脚向前落步之后的这个内腕花的时候，打花的距离不能离身体过远，如果过远的话再转身，我们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转身快速出去。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脚下的垫步，这个垫步要移动出去，而不能做原地的，如果做原地的话对我们后续分腿跳的这个动作的完成会有一定的影响。转身分腿跳点刀，那这个动作呢有两个
难度，一个就是我们要将身体腾空，然后将两个腿直膝上摆，在身体的左右两侧，我们的两个刀同时向身体前下方点出，形成一个点刀动作。这个也是我们双刀当中呢常用的刀术方法。抢背动作也是我们跌扑滚翻当中的一个地面动作。那么抢背动作呢，在这个当中呢，首先我们在左脚下落之后是左脚在前，在抢背过程当中，我们要迅速的将我们的右刀快速的平带到身体左侧，之后上体前倾，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右肩以及后背着地团身向前完成此动作。在完成抢背动作时，大家首先要注意快速团身完成动作，其次我们在抢背时两手持刀，所以非常容易触地，那么大家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格外小心。下面我们分开为大家讲解练习方法。首先为大家介绍分腿跳的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练习者要仰身的躺在地面上，然后快速地进行两头分腿起的动作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练习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注意我们的两个膝关节不能弯曲，尽量伸直，其次在落地的时候可以选择落地分腿之后两脚落在地面上，也可以选择两脚不落在地面上而控制在半空之中都是可以的，但是两个腿分开上起的时候一定要加速。这个动作的练习目的主要是使练习者明确在空中分腿跳的时候上体的姿态。其次为大家介绍一下点刀动作的练习方法。在练习点刀动作的时候，我们两个刀可以同时进行，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沉腕立刀向前下方点刀，点立点。在做这个点刀的时候，刀的立点最终一定要落到刀尖之上，所以我们这个提腕点刀，这个提腕要做得非常的清楚，立点在刀尖之上。好，立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过程当中呢提早用劲儿了，所以在点刀的时候因为想过多的使劲而造成了过程当中发力过大，那这个呢一定要改变一下，是在最后的力点之上提腕这一下的时候才发力，点力。转身分腿跳点刀，要求身体腾空，两腿直膝上摆，同时两刀向体前点刀，力达刀尖，目视刀尖方向。现在为大家讲解退步扎刀至弓步上扎刀动作组合。组合当中，首先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动作的路线。抢背之后，我们快速的完成转身动作，然后紧接着是连续的向后退步，之后左脚向身体右侧扣脚上步，同时上手完成一个缠脖裹脑刀，右脚向左脚后侧上步
再完成一个缠脖裹脑刀。好，左脚继续扣脚，右脚上步，之后偏头扫刀，扎刀，扎刀，回身扎刀，扎刀，收脚，偏头扫刀，弓步上扎刀。大家要注意，在连续退步扎刀之后，有一个向右侧的连续转身动作。那么我们配合的步伐是扣脚，转身掰脚扣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上边配合的是叫做缠脖裹脑刀，这是一个防守动作。缠脖的意思就是我左刀从脖子后面绕出，同时右刀贴着右肩接背贴靠，完成裹脑刀。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提腕裹脑。那很多练习者呢，到这儿的时候整个都是不贴背，这样直接过来的，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提腕，提腕扣腕，整个的刀身要贴在我们的肩背部过来。这个刀法呢，在我们双刀动作当中呢，相对于来讲是比较难练习的。我们现在再来一起做一下，两个动作依次进行。那么在这个缠脖裹脑刀的练习当中呢，也为大家提供一些其他的练习方法。刚才我们做的是原地性的练习，现在我教大家一种移动性的练习，叫一步一动。也就是我们上一个步子，上一步，那上手跟随一个动作，不是缠头就是裹脑，向右侧扣脚上步，缠脖，右脚向后上步，裹脑。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为了提高缠脖裹脑刀的一种练习方法，大家请看我做一次快速演练。这个辅助练习方法呢，其实就是负重练习。那么我们在做缠脖裹脑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腕关节的要求很高，要时刻的提扣腕。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做到了提扣腕的时候，我们的刀才能够贴肩背。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就可以以这种形式反复的上提，提扣腕子。这样的话也是练习我们小臂以及我们腕关节的这种操控刀的这种能力。在弓步动作完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右腿是屈蹲腿，那么我们的大腿与小腿的夹角是90度，我们的膝关节要在右脚背之上。与此同时，我们的后腿膝关节要绷直，后脚要全脚掌着地，左脚尖是朝斜前方的。与此同时，我们的刀是由腰间向上扎出，左手的刀是由腰间向体前横刀向前推出。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我们的刀刃是向前的，完整的动作。在衔接弓步上扎刀的时候，我们前边是四个连续的扎刀动作。那么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的连接一定要快速。我们要想象一个，如果对方有敌人来进攻我的时候，我要快速的反击，同时后面又有敌人来进攻我，所以我们的这个右侧的两个扎刀和左侧的两个扎刀连贯一定要非常的迅速。走，在这个组合的练习当中，大家不仅要注意动作节奏的快速衔接，同时也要注意上下肢的协调配合。We'll be right back.
网络课堂双刀项目第二段内容为大家介绍完毕。现在进行第三段内容的讲授，转身扎刀至月步斩刀动作组合的讲解。现在进行本组内容的动作讲解，在第二段动作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上弓步扎刀，之后是左转身扎刀，左脚向后收步提撩花，撤步提撩花，之后是原地的提撩花，行进间提撩花，之后月步斩刀。我们主要先为大家讲解提撩花动作。提撩花动作呢是两手两刀放在体前，首先右手向上，右刀向上，一二三四。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两个刀距离不能过远，两个腕子呢又不能贴靠在一起，之后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保持两个刀是以腕关节为轴在运行。还有一个易犯错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经常有练习者在做的时候会做成双向同步进行，这样也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一定要依次交替进行，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二三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两脚前后站立来完成。好，一二三四，再来，一二三四。那么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这四个步骤一定不能错，不能够同向的，也不能够这样。在练习过程当中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一二三四的步骤。在本组组合中，我们练习的时候不仅要注意上下肢的协调配合，同时也要注意步伐与身体的协调配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身体是连续的扎刀向后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步伐要步随身动，要显示出我们的步伐的灵敏性来才行。我们再来一次，转身走，撤撤，所以步伐要跟随我们的身体移动，快速的向后连续撤步。那么我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有两种练习方法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原地练习法，你看我们的练习者一开始的这个膝关节不能够绷得过直，可以稍微屈膝一点，重心下降，将我们的重心下降，然后我们这个后脚后膝不用朝下，可以脚稍微歪一点，不用这样子后膝，可以放松，根据自己舒适的姿态就可以将身体重心降低。好，来开始，好，在练习过程当中，我们练习者可以随着动作的发力，对，将重心，一个是上下起伏，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脚，好，停，对。那么这种练习尤其在后脚蹬地的时候是助力我们刀花的加速。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醒练习者，我们在做这个刀花这个双提撩花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在身体的位置，
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打，面前打就太高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腹前完成这个动作，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的发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双提撩花的位置。刚才看了一个原地示范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练习方法是行进间的跑动性练习，请大家看示范。那么这种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套路当中完成动作的质量。介绍一下跃步动作。跃步动作是一脚在向前上步之后蹬地腾空，另一脚在空中下落的时候要落在蹬地脚之前，我们称之为跃步。大家看一下动作示范。那么顾名思义，跃步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腾空起来再落地才可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落地脚一定要落在蹬地脚之前才可以。与此同时，我们上手的刀法是一个平斩刀，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向身后平斩，也就像是我们在向前进攻的时候突然侧面或者后面有一个进攻的敌人，那我们回身一个斩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斩刀的力点要在我们的刀刃上，同时我们的小臂以及腕关节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刀身，要力打刀刃，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整个内容，再把整个我们本组合的动作节奏和动作的连贯性为大家讲解一下。转身撩花撤步，那么在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的步伐一定要做到步随身走，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不能一步一步。动作完成的时候节奏要流畅，步伐一定要随着身体的移动落到相应的部位上。双提撩花，双提撩花贴身完成，左手撩腕花与右手撩腕花交替进行，协调配合。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三段旋字扫刀至提膝跳扎刀组合动作内容。那在本种组合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有旋子扫刀接退步扎刀、提膝跳扎刀几个动作组成的。下面为大家进行旋子扫刀动作的讲解。那么旋子扫刀的时候，是我们以左脚蹬地，左脚蹬地起跳，然后我们的右腿和左腿依次在空中上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右手刀在身下以逆时针方向呈扫刀姿态，左手在身体上方以逆时方向做一个摆动。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动作示范。这
个炫刺扫刀动作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过程当中我们最后要落实到左腿向上蹬地，在蹬地之前有一个垫步动作，这个垫步是非常重要的，垫步也像我们其他之前的跃步啊或者是退步都一样，它们都是一个步法性的动作。那么在垫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身体要做一个身体的方向转换，所以我们到这儿之后要有一个垫步，那这一垫步的就是我右脚蹬地向前移动的同时还要转变身体的方向，这样，所以我的脚从刚才的掰脚变成了现在的扣脚方向，那么之后才能够蹬地摆腿，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练习者在做炫刺的时候完成不好，都是因为这个垫步没有做，会影响后续的动作完成。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空中扫刀的时候，我们这个扫刀的时机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蹬地之后上摆腿，两个腿都在空中摆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扫刀，不能够我刚摆右腿的时候我这个刀就去扫了，很容易碰到左腿，如果在比赛中出身的话是会被扣分的。为了提高炫刺扫刀的练习质量，我们为大家介绍两种练习方法。首先第一种是摆腿，对的，那这个练习方法呢，是我们两手撑扶在一个固定物体上，然后练习右腿摆腿依次摆动的主动性，这种长时间练习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在空中提高右腿摆腿以及左腿摆腿的速度。为大家介绍第二种练习方法，请看一下示范。那么这个练习呢，撑扶性练习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时候，首先左手撑扶是单手的，其次在摆腿的时候，我们的上体不能够低下来，一定要上体抬头，身体挺胸，然后在右左腿依次摆动的时候，右手持刀在身下做一个扫刀的动作。那么这样的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练习者在初练炫刺扫刀的时候完成它的动作质量。那么在后面的提膝跳扎刀当中呢，有一个左刀，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之前的提膝跳扎刀是刀上在架在身体上方的，那这个是不对，这个在这个组合当中是左刀收回至腰间，同时右刀向体右侧扎出提膝。那么这个动作的练习方法我们在之前的组合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旋子扫刀，身体腾空，右左腿依次上摆时，右刀在身体下方逆时针扫刀一周。要点：旋子前要垫步，以腕关节为轴扫刀。提膝跳扎刀，动作要求空中身体姿态不能松散，左膝上收，尽量贴靠左胸前，左脚内扣，右腿伸直，右刀由腰间扎出，手臂与刀成一条线，与肩同高，左刀收于左侧腰间，目视扎刀方向。
上合组织网络课堂双刀项目第三段内容为大家讲授完毕。现在进行第四段上步扎刀接回身侧摔斩刀的动作讲解。我们首先要注意上步的连续扎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两个刀要快速的向前扎出，同时步伐的配合要非常的敏捷才行。请看一下，我们再做一下示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脚下的步子不能过于的沉重，跑步的时候要显得轻灵一些，做起来连续的这种才可以。对对。那同时呢，我们在配合之后，后面是做了一个回身侧摔斩刀。那这个动作呢一定要注意一点，首先就是左脚向前上步之后，右脚绷脚向前插出，同时我们的上体要后仰并且右倾，同时我们的左支撑腿要屈蹲，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控制我们的身体下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身体姿态，首先我们的右脚要与身体保持一条直线，要直膝，右脚背要绷直，左脚是以脚掌撑在地面上，左髋关节前顶，左膝要外展，那么右臂与刀身要成一直线，刀刃向右，左刀的位置放在体前即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主要就是回身进攻敌人，所以要求我们在回身斩刀的时候，刀刃一定要向右，力点要准确。那么整个这个回身侧摔斩刀动作，大家要做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整体动作的完整性，不能够松散。回身斩刀侧摔，斩刀力点准确，侧摔完成迅速。下面为大家讲授第四段背花刀至收势动作组合内容。在这个组合当中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双背花刀。双背花刀的时候，我们要练习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左右刀依次在体前和体后做背花动作。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大家首先要第一个注意，就是在身体的前后做背花的时候不能够出身。其次，我们要以腕关节为轴完成此动作。那么现在呢，为大家提供几种练习双背花刀的练习方法，请看示范。首先第一种就是单手背花刀，那这样的话呢，首先要自己非常明确，在练习过程当中我动作的控制的路线是否正确，在过程当中是否有贴身，没有离身体过远。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个
就是在做单手练习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在双倍化道练习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身体在练习过程当中晃的摇晃的太厉害的话呢，那会就改变我们整个刀的路线偏移。如果练习的次数多的时候，最终就容易触身，所以我们尽量要收腹立腰，把身体立直，控制好我们的身体，不要乱转。其次，我们在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我们这个握把的方式，握刀的时候不能够每次都是全握，在过程当中那可能我的大拇指和我的食指是握刀的，但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的其余三个手指要放略微的放松，尤其是在做背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全握，那我的这个手是过不来的，导致我的肘关节外展非常严重。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背花的时候呢，就需要我的手在握刀的时候要有灵活性，不能够全握紧，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灵活性。那么现在呢，再为大家提供一种辅助练习方法，提高我们腕关节的灵活性。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拿着负重的哑铃进行体前的腕关节练习。拍一点，对，好，停。这种练习方法主要就是提高我们腕关节在体前运动的灵活性，同时在练习过程当中，通过我们次数的积累，提高小臂的力量。手持哑铃的第二种练习方法，请看。那这种练习呢，也是 提高我们腕关节灵活性的同时，练习了我们的小臂力量。在这个之前，如果我们练习者初期练习，可以在前再增加一个练习，就是在体侧。先不做背花刀动作，只在体侧练习。这样的话，也对我们后期在完成双背花刀的时候，提高我们的动作本体感觉，打下基础。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几种提高双背花刀的练习方法。双背花刀之后是一个转身阵脚弓步扎刀的动作，请看一下示范。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练习者首先第一点要快速的转身，因为最后一个结束是一个双背花，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转身加速，这个地方要非常的快。同时因为我们转身转腰的时候，我们也加速了背花刀的动作完成。之后我们要快速的屈膝下蹲，那么这个时候呢，降低我们的身体重心，有利于完成后面的阵脚动作。之后我们的重心要快速的前移，一阵脚的时候要左脚向身体要快速的前移，左脚向前迈步，呈左弓步姿态，以此来为我们后边的阵脚左脚向前上步打下一个基础，要让它呢更容易的完成此动作。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一个转身转腰，把我们的这个背花刀的腕花刀动作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完成速度，这一下子。所以之后是弓步扎刀，那么弓步扎刀的时候大家还是一样要注意弓步的动作规范性。之前我们在前几期的动作当中呢，也为大家做过介绍，弓步的时候要大腿保持水平位置，后膝关节要伸直。在做弓步扎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身体，首先不能前俯过多，也不能挺着肚子扎刀，这些呢都是不对不规范的。那我们真正要做的时候，首先要身体立直，头上顶，下颚微收，由腰间出刀，动作规范。下一个动作是转身缠果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要大家注意与我们之前练习过的缠脖果脑刀要有一个区分。那么缠果刀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注意是我们的缠头动作是以我们的对侧肩外侧进行缠，然后贴背，同时另外一侧跟果脑动作同样缠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缠脖是以哪儿为轴呢，是以我们的缠绕头为主。
而缠果刀呢是以贴着我们的肩部外侧贴背。这两个是有，虽然动作在路线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在缠头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为了提高缠果刀完成的动作质量，我为大家提供几种练习方法，请看第一种。那么这个练习呢是左右性质的练习，也就是为我们今后在套路当中，不管是我们在今后完成左侧的缠果刀还是右侧的缠果刀，都能够以很好的高质量去完成，打下基础。在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左手持刀的时候在提左侧，整个刀身要端平而不能斜向的，刀身端平，另外一个刀藏在左侧，因为我现在是右刀放在我的左肋骨外侧，之后完成动作扣腕提腕，这个动作我们之前讲过要领，同样反向提腕扣腕，裹脑到提右侧，到提右侧以后我们动作的要求是相同，右手持刀端平反向完成动作，贴肩背，裹脑贴背与肩完成。好，下面呢为大家提供第二种练习方法，是转身缠果刀，请看示范。在这个练习当中呢，其实我们是把步伐下肢的步伐加上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求我们不光是上体的动作要协调配合，那么在转身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完成的连贯流畅，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性以及与下脚配合。缠果刀之后是弓步背刀动作，那么在弓步背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是首先是右弓步，这个大腿之前讲过一定要与小腿成90度夹角，重点是我们的背刀动作，背刀的时候我们的上手腕关节要提腕扣刀，将我们的整个刀身贴靠在后背上，左手向前推出，这个动作完成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要把它做好就比较难，我们既要注意上下肢协调配合同步完成，更要注重我们身体包括我们头的眼神的控制，其次就是我们的推刀动作，那么这个推刀的时候不能向体前正前方推，推刀的时候越要略微的向体左侧推刀，刀刃向前，整个刀身端平，那我们的眼睛要同时摆头向左前方看出。双背花刀要求双手握刀柄，同时在体前和体后完成万花动作，要贴身完成但不能触身，体后打花为背花刀。缠果刀动作重点，缠头和果脑时要提腕扣腕，刀背要紧贴肩背部。上合组织训练营网络课堂双刀项目的全部内容已为大家讲授完毕，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训练中以双刀的基本动作为主要内容，强化动作规范性。在套路演练中，不仅要做到技法清晰、动作连贯、上下肢协调配合，更要凸显步法灵活、刀果全身的风格特点。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训练中取得长足的进步。